芊芊啊，怎么了？你，没事了，你不用送了，我自己走就行。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芊芊，你立刻调回公司的监控资料。为什么呀？阿栋说了，他们小区的监控设备出了问题，我担心你们公司的监控设备也会不保险。两名警察来公司调查阿栋家的入室盗窃案，我带他们去安保室调监控。阿栋的案子为什么来公司取资料？阿栋怀疑跟那天来公司闹事的女的有关系。老大，老大，哦，好，我知道了，你接待好警官。明白。公司这件事儿，监控全被破坏了。刘芊芊已经开始怀疑你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太神了。你怀疑有内应？什么？又删了？在想阿栋的事？没有，我相信他不是这种人。那就是在想游戏的事儿。别这样，你天天这样，我很担心你。我真的很想冲过去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游戏没了，还可以重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太难了。行啊，你这是要去干嘛呀？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我没心情。那如果我说，我可以帮你找回游戏，你会有兴趣吗？南宫，你不是要带我找回游戏吗？先陪我玩，晚上再告诉你。
你怎么还没有下班啊？啊，在等你啊。我刚从张总那儿回来，刘芊芊的事情，她很生气，我会尽量劝她的。但是，如果我实在劝不动张总的话，你愿不愿意来我的项目组？如果完美男友没有的话，那我也想辞职。你在这儿等我，就是为了想告诉我你要辞职吗？不是，阿峰，你记不记得大学时候我们寝室一起研究那套防盗系统？记得，怎么了？啊，我把它用在完美男友上了，想问你拿下源代码去追踪一下游戏。怎么，丢了？那问一下阿奇他们吧。哦，我的在，回去之后立刻发给你。好。芊芊，嗯，你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吗？嗯，笨，是守护你啊。这么久了，都没有发现吗？肉麻，小八还在呢，你不要教坏小朋友。他已经被我骗出去了，今天只有我们两个。原来你早有预谋啊。把你电脑拿来吧，我该实现早上对你的承诺啦。真的能找回来啊？我还以为你只是安慰我呢。打开了，然后呢？今天是我目前为止最开心的一天。南宫，南宫你怎么了？南宫，南宫你醒醒！南宫，南宫你醒醒啊！南宫。让我看看你能追踪到什么，等我把完美男友拷贝了，再让你追踪到也无伤大雅。阿栋，你骗我。你是？我是芊芊啊。芊芊，你不认识我了吗？芊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了。我知道把核心数据传输出来一定会对我存于现实世界的这个形体产生影响，可无论什么后果我都不怕，就担心你伤心难过。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只有你好好的才能让我有机会重新回到你身边。芊芊，不知道迎接我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无论如何我都不后悔。南
够，你怎么可以彻底把我忘了？你怎么可以忘了我？早上好。早。想不到你还记得给我做早餐呢。这是根据程序设定做的，你喜欢就好。虽然你失忆了，但是厨艺并不影响呢。记忆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技能更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有没有记忆，我都是你的完美男友，不必太介怀。源代码你昨天没发给我。你昨晚为什么不提醒我？我以为你晚点就会发，结果没有。回去之后发给你。不用了，是我自己记错了，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防盗系统。对了，我之前拷给你的资料还给我吧。我删了。南宫，你是不是受伤了？我就不该听你的话离开。都怪你，害我不能陪在南宫的身边。别担心，小白，没事的。你认识我？我当然认识啊。所以，你记得游戏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只是不记得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儿而已。芊芊说，我应该是回到游戏的初始化设置了。阿栋找我有事，我先走了。晚上煮你爱吃的咖喱。你记得我爱吃咖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好像条件反射，其实并不知道。这说明你的内在记忆里还有现实的部分。南宫，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找回记忆的。我无所谓的，你开心就好。我来帮你吧。艾米。嗯。这个世界太让人陌生了，还好有你，还有这些花花草草，能让我安心。艾米。嗯。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啊？都怪我太贪玩了，你是为了找我才来到这个世界的。那既然能出来，为什么不能回去啊？因为刘芊芊她不肯帮我们，她喜欢你，所以想让你留在这个世界。你们为此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冲突了。那次她故意把我支开，然后你就失忆了。我。你觉得他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害怕。看来
恢复记忆是很有必要的事情。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我只是觉得刘芊芊不像坏人。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是对的，简峰他确实有问题。阿栋，你和简峰到底什么关系啊？大学同学，室友，而且还是上下铺。那你为什么突然觉得他有问题？我试探了他一下，没想到他真的有问题。阿栋，对不起啊，我之前差点误会你了。我才该道歉的。东西找回来了。真的？哎，你怎么还没休息啊？修复游戏真的可以让我恢复记忆吗？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你真的很希望我能恢复记忆。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其实我觉得家里再多个宠物就好了。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其实挺孤独的。还有这个地方窗户推不开，如果能推开的话，外面是河，我在家里就能钓鱼了。你还有什么建议再和我说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多加一些绒毛的小玩偶，还有这个被子可以再厚一点。是这样子。愿意转灯转身再见。